大家好，我这盆茉莉花呢，前段时间呢差一点就挂了，就是因为扦插们长的根系比较少，我们给它移栽弄不好的话，很容易这个根系受损了，导致不成活。那么就是给它使用了两次这一种粉之后呢，它长势非常好了，而且呢已经孕育花蕾准备开花了。虽然它是扦插苗，但是呢坚持给它使用了两次这种隐丁纳乙酸之后呢，很快就会恢复生长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种纳乙酸呢，它是一种纯正的生根粉，没有添加任何的养分，它是比较单一的。我们给它使用之后呢，就有效的促使植株细胞快速的分裂分化，能让它的根系快速的长出，而且呢又可以让它长出更多的根须生长深长。虽然它已经孕育花蕾，但是呢这个植株还不够强壮，我们把它养得强壮，分支多了再让它开花，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花苞给掐掉。接下来呢还要继续给它使用一次，因为它是复配型的，效果非常好。先准备好1000毫升的清水，然后呢用这个小盖子，一小盖就可以了。这种复配型的生根粉呢，生根非常明显，增强生根生长。当我们给它使用一个星期之后呢，就要给它补一补肥，它冒出了新根才会强壮。这种许酸性营养液既可以给它补充养分，又可以补酸，一举两得，又能让这个植株生长得好，让它分支的更多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